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练习 FreeCAD 的实体绘制，采用草图绘制，创建一个空白档案，建立一个草图，直接生成 body， 给定 SY 平面 ，OK， 绘制一个矩形，切到水平，水平轴线上。删除垂直拘束，给定对称，给定对称，给定距离60，给定距离70。给定距离40，完全拘束至草图 close， 填充，反转，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个草图面，所以说往反转往绿轴向下，高度160 mm。OK， 切换师傅立体正投影检视。哦，这边原点这边可以切换那一个三个平面。哦，我们刚才是往下找。OK， 点配的平面，创建草图，绘制矩形，删除，垂直拘束，给定对称，给定对称，给定距离。二，给定距离66，给定距离56，给定距，给定距离36。完全拘束至草图 close， 已选定草图凹陷，贯穿全部，通过全部 ，OK。梯形的上面，创建草图。绘制一个圆，给定距离，象限负，这边是负，然后这边给定-10，这边给定-10 ，R5。完全拘束草图 close， 凹陷，以选定草图产生凹陷，向上字面 ，OK， 存档。档案另存新档，点选 body， 点选建立多重转换特征，点选凹陷特征，
OK，右键加入，加入镜色，右键加入，加入线性，反转，垂直草图轴140mm，给定七个，每个间距20。确定，OK。Ctrl+S 存档，下面立体轴线，点选面，创建草图，绘制圆。给定圆心到原点距离10，给定半径20，完全技术草图 close 模型草图进行布置，立轴向上160。切换草图可见性，草图要往上涨，点选草图，分层面，增加，确认 OK。点选 Pad 平面，画个草图圆，圆心距离10，半径18，完全居住草图 Close。切换模式线框，切换草图001的可见性，要从草图001到草图004进行除料的动作。面跟面的除料，OK。好，先说明一下快捷键，V 以后按1，V 以后按2。V 以后按三，V 以后按四，V 以后按一，V 以后按四。然后这个快捷键是习惯，要习惯。那再来，点选 Body，不是点两下，是点一下，然后创建草图。Y 立平面，OK。会是聚合线，往上旁边会有垂直的图示，往左会有水平的图示，往上会有垂直的图示，往左会有水平的图示，往上。会有垂直的图示，
右键结束，右键结束，导演讲，点两个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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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键，给定距离基数。跟原点距离，这边是负的，这边也是负的，有它相线的部分，那这边就是负160，负10，给定距离40，给定半径30，给定距离20，给定半径30，给定距离30，给定半径40，给定距离15，给定半径30，给定距离40，完全技术之草图 close 存档，Ctrl 加 S。那一样的模式，找到我们要长的草图。草图3是在外围，我们先长草图3，然后再先长草图3，好，那就是草图3，好，沿路径长量延伸所选之草图，我要长量，那给它边，好，就是搜寻全部，然后会跑掉，点一下。点一下边，要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边，这个要一直点。再点一下，再点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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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个人习惯，在还不是很适应操作或熟悉操作的时候，就是尽量的储存档案，避免下一个动作错误没法返回，或是返回会有问题，所以说都是习惯性的，就是一做图到一个段落直接存档。那我们要再变成管状。那这边有一个我们的草图，草图4，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草图4，框线，草图4切换，没错，是我的草图4。那草图4是除料，因为这现在目前是整个是实体，好，那我们先切换回如同，草图4，然后一样就是延伸抽离物体，好。点选边，那点选边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是要把框线弄出来，然后我们才能去点选我们的草图的边。那一样点这个，哎，不对，先离开草图4，草图5要打开，草图4抽离，增加边。增加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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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增加边。
增加边，增加边，增加边，好，OK，切换。那这边看不出来，我们再做一个，再创建一个草图，body。Y 平面，OK，那不用给定，只要画大于它就好了。Close，除量，凹陷，完全，通过全部，反转，OK。然后这边看不太出来，我们点选，我们先对每个面先点选。对每个面上色，用 Ctrl 多选，那这就是草图，实体用草图绘制出来，然后再扫列的路径。那通常这个是连续，就是有依附到草图可以这样画啊。如果没办法依附到草图的部分，那就要用上一次讲的创建基准面或是建立新路径面的方式来绘制。那在我们在做所谓的交集，就是布林的运算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会用两个物件去做交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